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两个收尾和界限啊，咱们先看收尾啊。两个收尾，这是先横不死穿过，横不死，完了再从这个线底下。来，再挑竖不死，这是两个收尾，啊，竖不死，看一下，这是两个收尾，完了再看界限啊，假如这个线不够了。接线可以在另一个格接线啊，是一样的，不会有痕迹，也看不出来，跟咱们是单个起针是一样的。等着再绣下一行，把它压住就看不见，跟咱们单个起针是一样的。看这，是不是就看不见了？这是收针和接线，两个收尾和接线。